ますよ、ママの話。うん、原来走错了。喝喝水，凉的很。他学妈妈，他学妈妈样。刚爬起来可以。对，你看妈妈走白走。那很脏啊。不对，他是人工。都没有来洗澡。他爬起来，放在妈妈后面。搞自闭，妈妈搞自闭，不出来了。你才不出来。哎，环境很好吧？一直在看我正常，他还喂他，应该顺畅喂他。放了点心。这边呢？快过来，猫熊！只想要砸那个小伙子，我跟你讲的，不好了啦！别紧张啊！不讲，不讲，太熊哎！太熊熊那款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它是什么颜色？好，看我一下，对，你的爬爬爬，白色。哇，我爬，爬上去了吗？好吧，这太远了。啊，屁股对着我，这么礼貌的。来生活了，要夹色夹色。宝宝，有没有宝宝？熊熊宝宝。哇，那是比较小。熊熊的宝宝。全部还不到。哦，它要爬上去了。它好可怜，背这里，爬的脚好多光呀。它吃什么？吃波波。它吃波波。红萝卜，红萝卜。你没有吃阿波？你看它在吃阿波呢。你没有吃阿波？你有没有吃？没有。自然界的可能就这样吧，太白的话应该这好脏的，太脏了。你要去看，我现在好了，他想去打小小火车。可是里面还有好多。看到没有？我只能这么近。还要回到原来位置继续吃下去。哇，好好看，好喜欢哦，好多样。今天是没有雕刻吗？有雕刻上去。哦，今天三个男的都有。他们先，他上班就要排三个男的。可以啊，好啊，啊是。下班困难。刚刚爬过来。加油！啊，爬上去！够！气死了！他这颗巨蟹都爬不上去，连那个垫在那个石头上面都上不去。应该说，你要跟他说，你就这样子做还行，还来了。哦，太早了。看到这个人很好了，有空气，有空。哦，这个自己，这个自己，我收起来就完了。
出来了。都去了。吃比较重要。应该要从那边有爬上去。对他来讲吃。加油！从那个地方就爬上去，爬那个太高了，特别难。掉下来了。不要这样哦。要生气吗？要生气。掉下来。
是，他一天吃午餐的，好喜欢一天吃午餐。吃完吗？好了。大哥。这样都好可爱。好了，现在只剩下玉兰树比较安全。哎，虎豹去哪里？那只好像快不行了。三步的，啊，短了。啊，你要怎么下？他正在想办法。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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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下来了。下来了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还要爬。爸爸在里面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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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里